吴处长，哎，总召，哎，还有我们的儿科医学会，今天全员都到齐了，理事长、秘书长还有常务理事，大家都一起来。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是儿童预防保健的精进哈。预防保健在台湾事实上，刚才仲明兄讲的，我们是做的也不错。我们目前有七次的这预防保健服务，加上七次的这个卫教的指导哈，还有新生儿筛检，还有视力筛检，还有听力筛检，还有牙齿的涂氟等等，说事实上是在世界上应当也算名列不到前茅，至少中等以上了哈。那到底这个时代的变迁之后，我们这么多的内容是够不够啊？跟先进国家比起来，是不是还有在精进的必要？这个是需要在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的。第二个，我们的这个预防保健呢，是从6岁以下都是在我们国健署里面，6岁以上就是在教育部里面。这个卫政跟教育部中间的这个衔接到底怎么样啊？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。那第三个问题是，我们很多的资料，各个私塾、我的教育部，大家很多的资料，这些资料如何把它衔接起来，而且最好能够把它做资讯化哈，这个电子化以后，这个是未来我们署长很大的功课了哈。那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之一了哈。那我们当初这个设定的时候，我们设定本来有两个方，第一个就是在原有的架构之下，我们来做精进；第二个就是打破重来啊。这个打破重来，可能以后是署长以后的工作了。我们目前是先在原有架构之下，我们来把它精进起来。那今天这个主要来听听大家的意见，因为我们接着就是要写建言书。建言书就是大家现在已经开始在写了，如果今天有好的意见，我们就把它加进来， 那我们放在建言书里面。那今天非常有一点是非常对不起我们偏乡，尤其是台东花莲地区。我们知道目前我们的铁路到台东还是不通的嘛，所以他们要到台北来，真的是都要坐飞机过来。那台东基督教医院的医师哈，有特别写几封这个几个这个要求，都是从台东地区关心儿童发展的这个同仁来的。今天非常抱歉的哈，今天是没有办法，但是我们第一个会，我们今天有全程录影；第二个，我们会后会提供所有的 PowerPoint 给各位，好，那这个应当是可以给大家做一点补充。那11月，我们儿科医学会的，也办了一个讲题，这个以儿童预防保健做主题来做。做一个早上的讨论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就请我们的吴署长哈，来接着写。吴署长他应当是贵宾致辞啊，但是就是请吴署长当做我们的贵宾哈。好。